我们一起跑到码头许个愿望吧，几年以后回来看看谁的愿望实现了。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恨他。学会爱别人，学会表达爱。现在每天白天我都在外面帮我爸跑公司，最近为了筹钱快把命都搭进去了。学会负责，学会承担。他到底是谁呀、啊、每天说医生的太太。学会放手，为自己而活。你拿什么养活他？年轻人谈恋爱家长还要参与啊。你将死之人安慰，你向生之人希望。我不能让他的未来停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上。我担心你这手要是一直不好，你不就把我萌萌坑了吗？青春终将逝去，但我们永不言悔。长大完结篇，每天晚上7:30，星空卫视。